这样啊，小米粒说在网上卖苹果，现在在征集样品呢。他说只要样品好，马上就签合同付款。这给我急的，韭菜盒子没吃完我就跑过来了。只要他给我签了合同，我马上到那苹果产地去，中间这差价那我可赚飞了啊，上帝不见得。我把我家里存这箱苹果我搬出来了，我这箱苹果啊，春节的时候人送给我没舍得吃，老好老大了。不信大伙看看啊！哎呀呀，哎呀，这大苹果这大，烂了啊！谁让你烂的？怎么还烂了呢？哎呀妈，坏了坏了坏了！一会儿小米粒见着我以后拿不出来，又说我失信了，这个怎么整啊？你说，哎呀，急死我了！呀，喂喂，小米粒啊，呵呵，是我呀！哎呀妈呀，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呀？赵刚子他大舅嘛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在网上发布的那个帮助农民兄弟推销苹果的信息，我收到了。我第二天我就回村了，我就把我们村那果农种的苹果给你带来一箱子，我让你看一看。哎呀，我们老家那苹果老好了，老大了，老红了，老甜了。这么说吧，大红苹果，大红苹果，真好吃，真好吃。这我高兴，我也向你学习，为农民朋友推销苹果。我现在已经到小区小广场这儿了，我就等着你了啊，等你来验货。哎呀，人老了就是不行了，老胳膊老腿，快光苹果，你可这把我累。哎呀我的妈呀，哎呀，活动活动吧。哎呀，这胳膊还有点抬不起来，我的，哎哎哎，累坏了吧。哎呀，大青子，你一惊一乍干啥呢？你是不是想报复我？就因为上回我揭露了你骗狗的行为，你故意的吓唬我是不是？大舅，怎么把人想成那样？人早就改邪了。还改邪归正？我临远看着你拿东西过来，挺累的。我寻思在这营营里给你按摩。你还有那好心，你还给我按摩？啊，你快！哎呀，真是！哎呀，这真是好啊！哎，那咋有一箱苹果呢？我的。哦。哎呀，这箱苹果不是这箱苹果和我。我这箱苹果，我这，你给我掰过来。你这是按摩吗？你这是暗杀？你啥意思？哦，有可能你趁着我不注意，你想把这俩苹果你掉包吧你吧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这箱苹果可老好了，那可不行啊！你不能给我弄混了啊！说谁呢？什么什么就这种谁呀？谁呀？谁呀？啥谁呀？谁呀？是不是找你？谁呀？是吗？啊、哎呀，是不是小米粒啊？哎，小米粒啊！粒儿，狗呢？我这家嘛，草场我跑了一圈，我也没看到人呢。你说是谁呀？你骗我呢吧？没有，那不那谁吗？那谁呀？那谁吗？就是那谁呀？那谁吗？那谁呀？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呀。你不知道他是谁？你说他有啥用呢？你不耽我功夫吗？你不对，你肯定是刚才把我支走了，把苹果掉包了吧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你就是有意地把我撵走，然后把我这个苹果放在你这苹果旁边，再把你这个苹果放在我这上边，你是不是这么想的？大舅，不对不对不对，你整错了啊！我告诉你啊，这不行啊，这是我的，我这是你的啊，这。对，我就想告诉你，这是我的，那是你的，不能弄错了。